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公务繁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玩笑也不爱开了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？我才没有。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我原以为这个小贱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没想到我低估他了。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把他给除掉的机会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不好了，老爷，婉清小姐被人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一个生意人为什么要伤害穆婉清？说的就是做生意的得罪穆家，这不找死。好啊，咱们去会会他。婉清，婉清，是我，没事了。这是一心想把罪名扣在我谭家军的头上，是吗？除非你能拿出足以服众的证据，证明这几个人不是你谭家的兵。不如我问问你，你有什么铁证证明这些人不是冒充的？事情是你惹下的，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呢，当然由你举证。故意戏弄我，早知道真的应该给你下个咒。这给谁的？要你管？这如果是给徐光耀的，那应该早就给他了，难不成是给我的？你不要自作多情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跟我吵完架就把他扔了？我想扔就扔，你管得着？你表面上嘻嘻哈哈，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，其实你心里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人。你对我也不是完全坦诚，比如那个平安符。那个平安符就是我们是合作伙伴吗？我为你祈福，给你平安，不是理所当然。你这么说话我有点不太习惯。那你从今天起开始习惯。人情应酬的事你自己决定就好，不必和我商量。哎呀，我的面子哪有您的大？再说咱们俩现在是同僚，到时候我庆功宴你必须得来。他办这个庆功宴也好，我倒要当着沪上各位老板的面问问他，为何迟迟不见他遣散谭家军。我来了。光耀哥，你要杀的不是我吗？用我换他。不可以。怎么样，谭司令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仅凭一个狂徒一句话，你们就把我的罪给定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徐督办，你觉得呢？忍着点儿。好。刚刚干嘛不吭声啊？伤得这么重。啊！你想要了我的命啊？谁要你的命啊？那不想要命要人啊。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才那么细心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，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。你笑什么？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？你干嘛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？我没比，明明是你担心我。我担心你什么呀？想多了。也不知道谁想多了。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我约了费安顿，准备跟他商量安置谭家军的事。今天你就先回家休息吧，晚饭也不用背我的了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啊？今天可是为了见你，连费安顿的邀约都拒绝了。
他邀请你干嘛？这次是他要和徐少帅吃饭，请我去陪陪女眷。徐少帅不就是你司令部那位徐督办吗？他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去的？而且他不是没结婚吗？哪来的女眷？哎，司令，穆小姐跟徐督办吃饭，你还要订阅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我是徐光耀，你要怎么帮我？笨蛋！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。我有没有惹什么麻烦啊？你惹了。那谭司令就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反正喝了酒的话也不能当真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，还彼此不信任的那种。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贱人贱人小贱人。你居然敢打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再嚣张跋扈找我麻烦，我必定加倍奉还。这个小妖精，我可怜她妈妈死的早，对她网开一面，她倒好这么不识相。婉婷啊，你最近不要招惹他啊，妈好好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收拾他。